大家好，这个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录制了，然后呢我得先把我送这个李荣浩老师浩哥的礼物给找到，我现在就赶快要找一下，因为我马上要出发了。找一下啊，你放哪儿呀？沙发缝里没有，也没有。哎，啊，对，就是我的手机。这是没有，这里面反正更恐怖。没有，哎，放哪儿呀？我送他礼物还挺重要的，应该是他在这个我们这个秘密基地能用到的。哎，找到了，没错，我送给浩哥的呢，就是一副鼓槌。这鼓槌呢，因为浩哥应该是打架子鼓的。他平时要是打架子鼓的话，应该能用到这个鼓槌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录制了。然后呢，请大家还是多多关注我们这档大型奇趣科研类，不是科研类，和科学稍微有点关系的真人秀节目。好了，那我们去录制了，拜拜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忘了说我们这个节目的口号了。那就是去找真相，就是 have fun 啊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，谢谢大家。